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第一届颁奖典礼。哇哦，你等了很久了吗？让我们欢迎Jolin蔡依林。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第一届颁奖典礼，让我们掌声欢迎典礼主持群。哦、所有小巨蛋现场的朋友，电视机、收音机、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晚安！欢迎来到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第一届颁奖典礼。我是台北联播网的活力地下官。哇哦！我是夜猫 DJ Dennis。你的尖叫声，我们跟全世界打招呼，一二三，刚刚九令表演的棒不棒啊？棒！有了这么棒的开场表演，也预告今天绝对是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夜晚，你说是不是啊，小强？真的，刚才我在后面看 monitor 的时候啊，刚才九令表演的时候，舞台上。人真的很多哎，太厉害了！我们现在这边人也很多，非常坚强的主持阵容哈。其实莹莹，你看啊，来自台北的两位 DJ 在家门口登上小巨蛋的舞台，那么兴奋，看来这个舞台真的很神圣啊。而我们刚来一天，我们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说明我们的实力好强大。我们很神气哈。是。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嚣掰。还是要今天好好的为各位来服务。来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DJ 小强，大家好。欢迎各位好，我是 Music Radio 的阳光 DJ 莹莹。欢迎。哎，我觉得小强现在在场所有的朋友，他们的心跳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快。你的心还在跳吗？要不你听听看哦。我基本上我听你呢已经听腻了。我呸！来台北呢，我想听点新的哈。冰冰姐怎么样？冰冰姐，我想呢，我们留着待会儿摸罗志祥好不好？好。好好我是来自 LAKZN AM1300中文电台 DJ 冰冰，那么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这里，因为呢，其实每一次哦 ，Hello， 每一次呢来到这个台北的话呢，都一定会看这个小巨蛋的演唱会，但今天我们竟然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真的是超兴奋的。Mary， 你觉得呢？对呀、啊，当然是啦、啊，谢谢冰冰姐哦。那我是来自加拿大中文电台 Fetcher Radio 的 Mary 卢玉凤，大家好。对，我真的很高兴哦，因为可以从外地飞过来台湾，那然后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这个是歌手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台北小巨蛋哦，一点都不简单。那然后来到台湾以后，我感觉到这边的人都给我一个非常温暖，还有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感觉，所以今天晚上你们记住要发挥你们的热情，跟我们一起嗨到最后好吗？一定要有热情，因为呢，听说小巨蛋今天来了太多太多太多人了。大家好，我是来自 Singapore Radio 1003的 DJ， 我是 Ken。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哦，我跟你讲，突然觉得自己很像林俊杰，他上个星期才刚在这边无法克制，对不对？很想问一下哈、哦，山顶的朋友，我看不到你们，可是我听得到你们的尖叫声，对不对？感觉好真的，一定要在这样的尖叫声当中来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来自于 CTFM 城市之音的马天，大家好。真的站在这里，马上就要想立刻感谢爸爸妈妈和 CTFM 让我站在这里。小巨蛋，今天我相信不止我很激动，等一下各位的爱人们、心爱的歌手们站在这里会更加开心，因为你们真的很爱他们，对不对？对。在这里他们除了有你们还可以拿到我们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的各个重要奖项。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呢是由全世界的11家华语电台联手打造的跨国际联盟，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颁奖典礼上也会请到全球各地优秀的华语音乐人加入到我们的盛世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我绝对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好，我是来自
Foundation Maya Fair 的 Phoebe。 哇，今天真的很开心，这样跨国性的这个合作呢，啊，谢谢，好乖哦。对我们这个跨国性的这个合作呢，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们一样秉持着相同的这个理念还有音乐态度，今天真的很开心哦，可以跟很多很多喜爱流行音乐的朋友们一起来见证这重要的时刻。哇，真的重要的时刻，所以呢，阿关跟 Dennis 呢也要代表我们的主办电台 HitFM 来欢迎所有远道而来很优秀的电台 DJ 伙伴们，也请所有台北的听众给台上的 DJ 群们最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不过 Dennis 哦，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颁奖典礼的精神是什么吗？我知道，就是绝对新态度，音乐就是我的态度，我要坚持自己风格，创造自己流行，The best or nothing， 音乐就是我们的态度。哇，你那个态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对不对？今天小巨蛋这边呢，聚集了全球最顶尖所有你们所爱的华人歌手。对，我们有周杰伦、陈嘉桦、蔡依林、罗志祥、王力宏、S.H.E、梁静茹、韩哥、苏打绿等等，哇，数都数不完，全世界对最棒的歌手今天都来了。对啊，那究竟这个晚上他们谁会把我们的大奖抱回家呢？然后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哦。对，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今天晚上的表演以及颁奖典礼绝对的精彩，如果错过任何一个段落和一秒钟，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对，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精彩的颁奖典礼马上就要开始喽，千万别转台。